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掌声欢迎各位赛车手们登场！哇，哎呦，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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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哎呦喂！开始！啊，来了来了！哎呦哎呦！我们不是最好的姐妹吗？哎，我们都是联盟。我那平时成员里面的关系好吗？别打！三、二、一，时间到。三、二、一，来了来了。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呦，危险了，危险了！击中对手一次记一分。哦，厉害厉害！赛车比赛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令人拍大腿叫绝的过弯技巧。哦，所以接下来就要过弯漂移了，是不是？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考验的就是拍大腿。哇，对，这样我们要考拍大腿呢，赛车手都需要有强劲的臂力。来，快秀！哇，刘雨欣。哦，这还有我雨熙，还有动机，我这哦肌肉还能动呢，有练过了，哇，练过，哇哦，好厉害 ，shaking 也有的 ，shaking， 哇哇，这帮女孩不了得啊！哇塞，拍腿叫绝，从第一个人开始跟身边的人猜拳，赢的人拍输的人的大腿，输的人被拍时发出声音就算淘汰。什么很考而已。哇，我们第一轮的游戏就由我们的领航员先来进行。Welcome。好了，行，我们就是那个剪刀石头布，给他们少女们打个样，来吧。那你要说什么吗，苏龙？我今年30岁了，我这30年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疼。哎呀，那今天我们俩就让你疼一疼。天晴了，雨晴了，你就觉得你行了，对不对？来，那咱们就走起来。哎，你们俩撂个狠话。我们沈凌老师拍膝盖掉头发，掉一地头发。我以后只听汪苏泷的歌，不听你的歌。好了，行，那开始了，好吧？走，剪刀布。来，走你，来先生里边请。打膝盖啊，打半月板啊。半月板是什么东西？打半月板飞的是我，打大腿吧，大腿大腿大腿不疼，好吧？大腿抽这块怎么样？在这儿，我刚打的那个苹果肌，这块打这个特别好。不行啊，都打这儿，打这儿吧。来，好来了啊，好来了啊。大老师，我对不住你。哎呀啊！还是来再快点那个，来，来赢了。可以，来！啊！快，节奏！开这个！就算出声了吧？大张伟领航员出声了，所以你淘汰了。哎，我83年就出声了，然后我今年才出声，哦，就输了啊！剪刀石头布，在炸呀！是不是也是出声了呢？是的。沈凌，你又赢了。又赢了，真不错，真不错。哦，我们队来先选座位的座次，而且我们有个原则是，尽量是那个队和队友之间不要挤在一起坐，中间要掺别的队友。来吧，好，来，二位先选，你们任选座椅。隔空坐吧，想打谁就坐他旁边。在这个座啊。
挑的越阴险，待会儿挨打的机会几率越高。我到底要看看谁坐在我的旁边。想让我打你还是你打我？你确定要坐我这儿吗，宝贝？赵小棠，快，我喜欢被按摩。赵小棠，这个位置留给你，用我的手掌把你的毒逼出来。我定位了，第一位其实比较吃香。刘雨欣可能不是最能打的，但是他一定是最能忍的。每一队派一个代表放一个狠话。我之所以选择预言和赵小棠的中间，是因为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巴掌痛还是我的大腿痛。哇哦！今天就算我的大腿被拍碎了，我都不会吭一声。哦！我这只手是断掌。哇，好痛的，断掌打得好痛。断掌打人很痛的。我刚才吃了一片止疼药，现在起作用了，我是绝对不会感觉到疼的。你应该说我要把你的大腿拍得比我脸还肿。今天超肿，这个就是最狠的话了。来，三二一，举手紧张不？要用力啊！啊，好瓷实啊！哇！是铁砂掌吧？不是，这游戏不就是这么玩的吗？这太残忍了，宝贝，我会爱你们的，宝贝。好，下一位。我要打他，去到那边打他。我自己来。送嘴上门了。等一下，你们眼神狠一点。等候多时啊！手机。哇！哎，女生真的这么能忍吗？来，刘雨欣和预言，谢谢丁可，赢了。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报仇的时候到了，刘雨欣。他没有感觉，他啊。面不改色，你跟我。注意了啊！哦。我打他打你，你打他，你打他吧。你跟他猜拳，然后打他干嘛？你们在干嘛？你那么想打他，为什么？你们刚才怎么看的我们？你们的力量起来好吗？来下一个，接着走，表情要做起来。表情是吗？对，狠一点。啊！可以，这个不错，这个很好。对，对对对，没有导演要找我了。这才是最成功的一个巴掌，打99分，厉害。但是 bug 太明显了，然后立马就开始乐了，很疼，但是没出声。来来来，好，下面一个表演的也得到位一点。哎，注意表情。三二一，哇！到位到位，我们是个演员的节目啊。但你可以打回去嘛，对吧？他就是要过去打他。你要恨刘雨欣，刚才他怎么打你的，你就怎么打回去。刘雨欣太是服我。我差一点打 B-box， 我突然 B-box 是为什么啊？安琪出声了，导演说。我没出声。对，因为你噗噗了。
哭不哭是三扑的之后哭的。算，不要 battle 好吗？不要 battle 容易到老啊。接着来谁跟谁？好，刘雨欣跟孔雪儿来。你看他这个姿势非常之飒气，来开始。头一次看到被打还这么帅的啊！啊，来，我的膝盖是你的，来，三、二、一。啊！哇，这一下，哇，好响啊！刘雨欣瘸了。为什么刘雨欣有一股卖拐的一个感觉？可以的，刘雨欣。我跟你说，我怪疼的了，我这个手。就是说，打人的时候，然后那个人的打的那个人手掌也会痛，就是反映到生活。如果你说话刺伤了别人，你自己就也会。哇，你的公众号是哪儿？我会加一下吗？哇，太棒了！扫码，扫码吧，扫码。情感博主，情感博主。这个世界要有正能量。这就是这个节目要告诉我们的，就这一趴的意义，对不对？好，来来来。哇。妈呀！哇，一群猛女，我的妈呀！疼吗？疼吗？不疼啊，真的不疼，没关系，打。哇，这个响，这个响，出声了。许佳琪，赛车手出声了。许佳琪暂时要离开座位。宝贝，真的那么痛吗？没事。OK， 我们队只剩你了，虞书欣，你可以的啊，你撑，挺住，挺住。我告诉你啊，别犯规，别一会儿你上来夸掐我一下。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特别容易干这种事情。他是情感博主，他不会掐你的。对。如果你送人一朵玫瑰，你的手里也会留有余香。但是如果你打得会很痛，你也会很痛的。我们就好好的演吧。好。终于来了，世纪之战，他们两个人要开始了，究竟会怎么样呢？两个人故弄玄虚，玩起了七星大法以及各种不知道的招式。门刀，哦不！哈哈哈哈哈！哦，你还记得送人玫瑰，谁有余香这件事吗 ？Oh my Lady Gaga， 他要站起来跳着打吗？我真打了，你马上就可以参加春晚小品了。我要给你，就是感觉很厉害，十几招来了，换我啊！能不能配合演一下？你配合演一个超痛的好不好？一呀呀！哦，好痛好痛，哇，真的很痛。欢迎收看由小红书冠名的大风车这个节目。好，下一位小南和预言。是的，南哥。哎呦，哎呦，这下是真狠呐！好可怕呀！我先说了，如果我输了，我就认输。我也是认输了，我来了。你要坚持住，你们队不然就团灭了。你是你们队仅存的一位队员，如果你认输，你们就团灭了。哎，你们这个队连领队都没有团魂，你在干嘛呢？我是领队吗？你是人间的春风，你是生命的源泉。那你打我吧。来了，打这里。打里脊。那。轻一点，医生。护士姐姐，打轻一点。妈妈。
可以可以，忍住了忍住了。好了，我成功了。来吧来吧。哇啊啊！好清脆的声音。就说戏不要太过嘛。耶、yeah, ，这也是我们成功的一种捷径。隔了两秒钟啊！我们把别人带入那个情景当中，我们也能赢。这就是一个演员的共情能力。没错，这是我可能引以为傲的游戏，就败在了就是说这种脑子上。谢谢谢谢脑子，好吗？谢谢啊，来啊！现在剩下了我们组还有三位完全那个丝毫无伤，我们只剩一个预言。我最强的虞书欣，我觉得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把那个剩三位的人给弄下去一位。你们要不要那个手心手背？谁是手心？三个人，另外几个人打那个人，谁只要出事了就完了。咱们可以集体玩儿。啊，黑白配。好，现在是啊、哦，三位，我就是他们三个啊，团魂太厉害了，就是我们组。来，你们摆好你们的腿了吗？你们腿型，他们会打谁呢？你们要不然这样，哎，我给你们设定一下位置行吗？李琦你打这儿，赵小棠你打这儿，然后西可一打这儿。你一个人要单三巴掌啊？不一定，咱们要看这个手路的谁。大家自由选择哈。哎，来，准备好，三、二、一，走。啊！要打我屁股！啊！要打我屁股！总是把内心 OS 语言表述。得了，下去吧。好，我输了，对不起啊。所以接下来预言现在面临天人交战。我们不如就这样吧，让预言去打他们三个。如果他让他们都那个发生了，那预言就赢了。对，你说的非常有道理。预言不要有压力，你是代表我们快点结束这一趴。好，那我就尊重游戏，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好可怕啊！好可怕啊！好可怕啊！啊，开始了！哇！哇！谁可以麻烦你叫一下好不好？不然结束不了。没有啊，也结束了。对，你不叫的话，你们就赢了。三位小燕子，每回被扎一下，恭喜！三位小燕子，不是你放这个音乐，感觉好像我是什么魔鬼。不，游戏。既然是游戏，我们就认真对待游戏，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尊重的方式。认真二字是我方苏龙最好不好？对。来看一下目前大家的成绩怎么样吧。作为一名优秀的赛车手，不仅要靠强劲的臂力在比赛时握好方向盘，还要有极强的忍耐力克服恶劣的比赛环境，所以这个游戏也是对赛车手素质的一项考验。现在大家距离 F9 大赛只剩最后一步了。我们车厂的奶兔窝里呢，有一只奶兔，它把大家参加大赛时必备的头盔吃掉了。哦、啊！吃掉了？怎么吃掉了？所以各位，只有拿到奶兔才能拿到头盔去参加 F9 大赛。哦。那接下来的抢兔呢？我们领航员和赛车手的默契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领航员们的音量。音量。哎呦喂！领航员，要大声说话，大声说话。没问题，我跟苏龙我们俩都是唱歌的，对不对？没有错，肯定没问题啊！来吧，来，我们三位试一下音量吧。来，三二一，你看一个人多，一个人多尴尬。进入最终轮，抢奶兔大战，两支队伍的赛车手戴上眼罩，两队的领航员进行语言指挥，场上只有一只真兔。由于上一个游戏获胜的是大张伟领航员带领的车队，所以大张伟车队直接进入决胜轮。第一轮，汪苏泷车队和沈凌车队进行 PK， 赢的车队才能进入决胜轮。
宝贝，起床了。干嘛呢？都在做，都在，都在起。哇！都在起起。哇！翻了没弄上去。他们有的人能立住，你试一下。嗯。我何必呢？我还要脖子了啊！一把男孩呀 ，B boy。那接下来比拼的车队呢，就是汪苏泷车队和沈凌车队。我准备好了，听我指挥啊，听我指挥啊。哎，如果你们拿到是真兔子，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暗号，让彼此知道拿的是真的或假的？就做一个手势之类的。看不见，看不见。不是，我说手啊。这样，我说对，我就这样一直这样转头。那你也转，如果拿到是真兔子，你就转。不用商量，我们没有任何战术。那就开始吧 ，Let's party。奶兔已就绪，赛车手准备。11点钟方向，安琪。11点钟方向，预言你正前方，预言正前方，你正前方。预言左手，预言向左转，向左转，预言转。下去左边，徐佳琪后面，徐佳琪后面。预言向左转，向左转，预言转，好，往前拔，往前拔，往前拔，一直往前拔，预言拿到。Let's party！ 谁拿到真的了？给我这样子试一下，这样我就知道整个战况是怎么样了。安琪，保护好这个兔子。安琪，这只是真的。安琪，这只是真的。嗯。安琪，这只是真的。安琪，这只是真的。啊！预言转身，预言转身，预言转身。雪儿，你左边，左手边。雪儿，左手边。转身，预言转身。来了，来了！安琪，快跑！不要被抢，不要被抢。快跑，他是雪儿，快跑，他俩在你左右，他在你左右。左边，左边，安琪，左边。预言左手，预言左手，预言左手。左边，左边，安琪，左边。好的，好的，好跑跑。好，这里桌子，桌子安全了。女中心非常棒，自个儿在这边，在这边遛弯非常好。我呢？你在这待着，宝贝儿，你在这待着吧。预言左手，左边，左边，左边，安琪，左边。预言左手，左手。预言左手，好，再走。怎么？听我指挥啊，听我指挥啊。OK。于淑欣，右边，右边，右边。于淑欣，兔子在安琪手里，去帮忙。
预言想办法抢到这只兔子，预言想办法。雪儿，你现在抱住这个人，雪儿抱住这个人，控制住他，控制住他，不要让他帮忙，不要让他帮忙。李若曦，兔子在安琪手里，你去帮忙。所有人都在你前面。于世新，低下来，低下来，快低下来，快！再低点，再低点，哇！再低点，再低点。于世新，再往前，于世新，再往前。左前方，左前方是预言，掰开它。左前方是预言，掰开它。左前方是预言，掰开它。它正在攻击安琪，它在攻击安琪。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你现在拉的是 Kiki， 不要于如新，你拉的是 Kiki。Kiki 是我们队的。找兔子，你抢兔子，抢兔子。孔雪儿，不要纠缠我。你是谁？自己人。孔雪儿，自己人。宝贝自己人，宝贝自己人。你是谁？自己人。孔雪儿自己人。谁给你自己人？孔雪儿自己人。谁给你自己人？我脚下的是谁啊？加油，预言加油，预言想办法抢到这只兔子，预言想办法。于书欣去左边帮安琪，现在预言在抢安琪。我救你，我救你。哎呀，走开。 Kiki 不要，不要走开。走开。那仨更没兔子抢什么呢？抢空气呢。最后十秒，十、九，加油预言，加油预言，七，哇，安琪真不容易，安琪好厉害，加油预言，加油预言，六。预言加油，预言加油。四，安琪不要被抢，不要被抢。三，二，一。是安琪守住了，对不对？对。哇，我都要哭了，太感动了，天哪，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阿琪没事吧？你没事吧？哦，这是真兔子。安琪真太棒了，耶，真的，安琪太棒了，死守这只兔子，一个小英雄。音乐音乐，太好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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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是这个音乐。我们对雪儿和预言其实也，他们行动力也很强，就他们之前拿到兔子，可是不巧就都拿的都不是真兔子，是假的，是假的。对，但沈老师给了我很好的引导，我没有就是说去别的地方，我都拿到了。对，都找到人，我都拿到了，要不然就拿到人，要不然就拿到兔子。真的，你都把我们安琪给拎起来了，我感觉。对，我就一直感觉我拎着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就来回翻，来回翻。哪儿呢？哪儿呢？于书欣，你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到任何声音的指引？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指引我走，但也不知道是哪个声音。我告诉你谁，那个大老师。我呢，我呢，我呢，我都爬到底了。于书欣，于书欣，对，哎，大家后边，后边，后边，都没了。你的右手，右手，右手，于书
军，你的右手，对，就这儿的啊。就在那旁边，他自己摸不到。是你在引导他吗？对啊对啊，我你知道哪个是真兔子，所以在引导他。我哪知道这些？我就是看谁有点孤独，我跟人聊会天。你怕他落队太远是吗？没有没有，看他特别可爱啊，就是。待我们队三个人都非常棒，各有所长，棒棒的。对对，所以这一轮当中成功拿到真兔子的是汪苏文队。所以恭喜汪苏老师带领的车队进入决胜轮。接生哥，等于说你要跟我们踢了是不是？来吧，那接下来比拼的车队呢，就是汪思龙车队和大张伟车队。咱们有左右，是不是要想一个所谓的口号？左边说吼，然后右边说哈，吼哈是谁？来到我身边。然后前是什么？前后左右。前嘎后根啊？前嘎后根要记这么多吗？嘎根后哈，好，就这么着了。那我们都知道了，你弄这个暗号干啥呢？来，你试一下，你来。来来来，小唐。嘎嘎嘎嘎嘎嘎嘎呼呼。护士王死我，护士王死我，哈哈哈，王佑，护哈，嗯，护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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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添负担，大老师这口号。导演，请放兔。太好了，我们只要尬两下就到了。啊！啊，这个怎么？哎呀，你是什么淘气包啊 ？Bad girl, bad。来，好。安琪过了，后面，对对。虞书欣前面，虞书欣前面。小唐，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呼呼呼呼，哦呼，好，呼出了一个。Let's party. OK. Cool. 现在虞书欣是真的，虞书欣是真的。如果说虞书欣找的是真的，我就会说虞书欣真的，这才是真的。如果你找假的，我就会说安琪是真的，带是字的这是假的。现在虞书欣是真的，虞书欣是真的。啊，虞书欣是真的，好。虞书欣保护好，虞书欣保护好，虞书欣拿好，保护好。虞书欣是真的，好，嘎嘎嘎嘎。往前杠，三杠。走。这两位，我们今天那个对。我们今天那个对。刘雨欣，刘雨欣，你抱的自己人。谢可寅，你现在抱的都自己人。啊，你谁呀、啊？谁？谁？你是谁？嘎嘎嘎嘎，往前嘎。嘎是哪儿？嘎。谁打我脸？啊！你谁呀、啊？谁？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这个兔子应该是他的。啊啊，是吧？哦哦哦！哎呼，哈哈哈哈哈！再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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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嘎，前根儿好嘎，左根儿又嘎，嘎嘎嘎，前嘎后根儿。
前嘎嘎嘎嘎嘎嘎嘎，那个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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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根儿啊？大老师，大老师，现在我都听晕了。根儿根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安琪，往左，往左边跑，往左边跑，迟早，迟早，快跑，快跑！嘎嘎嘎嘎嘎嘎！就是他，就是他！来了，来了，安琪，快跑！再直走，再往直走，直走，安琪，直走。啊，那个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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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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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添负担，大老师。根儿，根儿，往后，后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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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儿。根儿 ，no， 根儿，根儿。李书欣，我是你家的猫。李书欣，我在吃。啊！不要抢那个没有用的，不要抢那个没有用的。好 ，Kiki， 那个是真的，保护好，保护好。哪个是真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真的？这个吗？大老师啊！你回来，你回来，你不可以参赛。我没有参赛，我们的口号比较复杂。小雨，小雨，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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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哈又哈，嘎嘎嘎嘎嘎，对，一直嘎一直嘎。刘雨昕来了，往左边走吧，跑，对，跑跑，回到那个对角线。接着右，接着右，接着右，转转转转转转，右右右哈哈哈，嘎嘎嘎。再直走，再直走，再直走。嘎嘎嘎嘎。又回来了，嘎嘎嘎。不是这儿，又怎么？接着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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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呼呼呼，刘雨昕来了，直走直走，跑跑跑跑，哈哈，又又哈哈哈，小雨哈哈哈，小雨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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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根儿根儿，我退退根儿根儿。根儿直走，直走，直走，快跑！直走，直走跑，直走跑，直走跑。对，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往前干，跟他争。对对对，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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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我。嗯。不是，大家在哪儿啊？哎，好晕啊！我在哪儿啊？
全局清扫开始。你现在抱住刘雨欣了，你要拉他前面的人。啊啊！快快快！隔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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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他。让他痒，让他笑，让他笑啊！好，滚！快快挣脱！快去帮安琪，快帮安琪！安琪在哪？再往前，再往前，右前方，右前方。安琪，我。趴着的是安琪。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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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安琪，安琪的脚，安琪的脚，帮他。谢可莹，抱住他，抱住他，缠住他，缠住他。兔子跑了，兔子跑了，兔子跑了。你是谁？你是谁？你是刘雨欣，那你比较好搞。几只小乌龟们，兔子跑了。我在，我在，我在，跑哪儿了？十秒，嘎嘎嘎，往前往前，嘎嘎嘎嘎，往前往前。十，快跑快跑快跑，往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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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嘎嘎嘎，救救他救他。八，七，往右往右。六，根根根根，哈哈哈，右右右。五，左转左转左转。四，哎。在谢可寅手上吗？哎，哇，天哪，安琪太棒了！安琪，你赶还是去银行吧，你糊东西糊得太好了，我两句都是他吧。我突然想哭。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安琪。我们队还有一个制胜的秘诀。什么？很多人问我，很多媒体问我，我现在在这里公布好了。是哪些媒体，请站出来。就是我们有人拿到之后，比如说安琪拿到之后，我们有一个手势，他就会这样子，我就会知道他是真的。这时候我就会说 Kiki 手上的是真的，这样所有人都去抢他的。哦，我就是被他这个误导了，死抓徐佳琪。 Kiki 那个是真的，保护好保护好。声东击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吓人的人，就我跟 Kiki 我们两个在一起抱着这个兔子，然后在商量，就确认对方是不是队友的时候，我们说，哎，是不是你？他说是你，然后就有个人一直潜伏在旁边。第三只手没有，有人就潜伏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这样说，是不是你？是你的。然后当我们一确认这个兔子是什么真的假的时候，突然一只手就进来，就他就一直这样子，他就这样子盯着我们，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于淑欣是你吗？是我呀，你摸哦，我摸到你了。你亲一亲，这真的假的？我保护你。你亲一手，等一下，这外面有只手，这个手是谁的？有人。这个手不是我的，是谁给的？哎，你小心一点，小心。旁边有一个人，一直蛰伏在这里，他在，救命啊！救命啊！他在偷听，偷来，他偷听我们说话。我们这个不是真的，我们这个亲的，我们是假的啦，我们这个都不知道是真的假
的，他们就来抢哦，是吧？你欺负我！哎呀，你呀，我不是的，我保护你，保护我，保护我！走！呀，虞书欣压上来了吗？我压上来了，压惨了，我压上来。虞书欣，这个人是谁？是谁？哎，抢我们的肚子！呀，不行，我们两个紧紧的抱在一起。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老师，对你们说真心话，他那个格格嘎嘎，你们觉得是干扰还是正确的引导？干扰，正确。我都笑场了，你听见嘎嘎嘎格嘎，而且不知道是谁该格嘎，我就一起在那儿啊嘎格哪儿啊？怎么又嗝了呢？好几次他们还确认嘎是哪儿，大老师一指方向，哦，还在继续。最讨厌的是哈，你们应该明明是爬错了，我还一直哈哈哈哈，感觉跟笑一样啊，就这样吧。您这个嗝嘎让我就是有优势，为啥？只要我身边一直出现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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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他让有人来抢我的兔子，所以你就可以躲，然后我就躲，我就跑，我疯狂的跑。你看看。我故意暴露了玄机，哎。那么我们最后获得最强车队称号，出战 F9 大赛的车队就是汪苏泷带领的车队。耶！对，后来居上他们是。一滴水很快挥发，汇入大海就成波涛澎湃。一个人势单力薄，融入团队就能立于不败。单枪匹马的力量总是不够的，学会合作才是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那么我们领航员说一下今天跟我们赛车手一天相处下来的感受吧。感觉确实瘦了，然后那个因为流了很多的汗，然后来沈老师你先说一下，因为您身为大拿啊。我不是什么大拿，我就是真的真心的体谅今天每一位现场的 nine 的女孩子们，因为太不容易了，每一关的游戏都是拼体力的，完了还要手脑并用的去要听大家的一些指令啊什么的，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理解了，之前有来宾说来了一个男团的节目，不是说他们像男人一样 man， 是说他们的意志力和坚强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比男生还厉害，所以要给你们最热烈的掌声。太棒了，各位都非常的真的出乎意料的可爱。因为之前我觉得大家只是就是说特别好看，然后特别有活力，但是今天我近距离接触发现每个人都有非常独特的可爱。是的，所以说让我觉得支持他们的人都真的没有白支持，他们真的是世上都真的很可爱的朋友们。哎，希望继续支持他们。我觉得今天看到大家很感动，因为我上次见到大家的时候大家在非常慌张然后非常累的一个比赛的状态里面，然后现在很开心的是你们九个人终于完成了那个比赛，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达到你们的目标，但是希望你们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的快乐，不管你们的工作有多么累多么的辛苦，永远要记得开心快乐最重要，加油。谢谢老师。耶、yeah, 太棒了呢。那么我们现在就给我们今天获胜的车队来颁发本次比赛的奖杯，颁奖喽。上盲盒。盲盒啊，这个盲盒是送给我们那个我们赢的队伍的我们四个的粉丝。那这为什么有五盒？五盒的话多送给你的粉丝一盒。谢谢。然后完了之后这个盲盒我们现在不拆开哦，想要获得独家爆款盲盒里面隐藏的派对密码，那就收看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派对吧。哦，你们还有直播间啊，哇好厉害哦，我一定要参与一下了啊。对对，我觉得其他女生虽然没有为自己相应粉丝赢得这一期的盲盒，但是相信大家的努力各位都看到了，所以我们下期还会继续加油，好不好？棒棒的，加油加油，继续加油！非日常派对，想做什么做什么，耶！Let's get it. 古希腊记载，人面狮身怪，来世间给众生一场无解的失恋。在路口，四分克四问，答案是什么？向前走，决
定了没有，这路没尽头。Yeah， 前方走，后方走，在那一次靠面前刚你退后，够不够 ？Rock the show， 掌控舞台，你没资格插手。下了虎跳个舞，肩膀上那噼里啪啦从不在乎，他不灭他不灭，要说也火，未解的非也都看不透我。几小千年神话的谜底，认识自己，再成为下一个你。破碎梦里的胜利 ，fight fight fight， 风瞬间去造梦的岛屿。水临摹内心轮廓，天天重重心有向往，朝着光亮出发。Cause I'm a queen, you look at me， 不屑的表情。Down， 你有你有，四分克斯米州。Straight up， 你轻易击破。你有你有，你在等待什么？你有你有你有 ，Watch out， 还是跳个起。出神入化，顺利通关 ，We na la la la， 我身在人类无敌光环，绝不再下下。我天不怕地不怕。派对演艺公司今天来树店了。我这个是流量明星吗？顶流。和谁比？和虞书欣比吗？是不是和虞书欣比？朱桢问的，这个问题是朱桢问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这个问题是朱桢问的，朋友们。离了三步远。我也只是随便问问。这个人这么厉害，好吓人！我头顶上的人是何等的厉害啊！领钱，领钱走人。汪朵，你不应该保护一下你的老板吗？啊！不用不用！喂喂喂！啊啊！小思，你好像金龟子，哎呦，你好可怜啊！是时候展示你们真实的臂力了。哎呦，我太狠了！雪儿，你希望我打重一点，还是希望我打轻一点？游戏怎么来就怎么来。哦，这个真的很响。好可怕！你觉得刚才最残酷、最激烈的部分是什么？赵小棠把我给推得好远。哎哎哎！你不记得刚才你那个搬孔雪儿的腿的时候？这我不记得，我记得刚刚在出发的时候还。哈哈哈哈哈哈